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河马飞 Martin。这套房子的外观很漂亮吧？它是位于 Total Lock 的一个门禁社区。在介绍这套房之前的话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社区环境。一路开进来，非常优美的社区环境。这是一套独立屋，室内是2438尺，三房3.5卫，都是套房，并且是双主卧。石材的外立面非常漂亮。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套房子刚刚上市，它对应的学区是十分的学校。我有很多客人非常关注这个区域。好，进来之后，右手边是一楼的半个卫生间，它有3.5个卫生间，所以一楼这个有个半卫。采光非常好，这是楼梯，通往二楼楼梯。然后这边是楼下的主卧，我们待会儿看。我们先看，房间，就是先看那个客厅、餐厅、厨房。好，往里走是，大客厅。这个房子房龄是2003年的，在那个年代就有这样大客厅的设计，还是不错。就是客厅、餐厅、厨房打通的。中间没有任何柱子，也没有任何功能区划分的，像这种拱廊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是餐厅，餐厅对着通往后院的门。这是客厅带壁炉，然后厨房。厨房的岛台是天然的石材，白色的橱柜，隐藏式的油烟机。油烟机很干净，老美的房子不怎么做饭，可能不怎么用那个重油做饭。中间有一个岛台，嵌入式的冰箱，这边是通往车库门和洗衣房，这是车库，两车位的车库。好，这是厨房部分。还有客厅、餐厅，我们去院子看一下。院子挺不错的，保养的非常好。有一个水井，还有一个户外烧烤台，基本上需要的功能都完整了。户外烧烤，然后户外休息的沙发，然后水井，那边是一片草坪，然后往那边走，因为边草，所以内侧没有邻居，那边都是树木。好，这是后院的，它的一楼都是这种实木地板，这一看就是非常结实的实木地板，踩上去非常舒服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一楼的主卧，三个房间有两个是主卧，有一个次卧，都是套房。房间里面的地毯，这主卧还是很宽敞的，这边放了一个写字台，窗户都做了木质百叶窗，木质百叶窗是比较贵的。然后这主卧卫生间，卫生间地上也是这种地砖，黑色地砖，淋浴房、卫生间，然后还有一个步露衣帽间，都做了很多柜子，两个洗手池。好，这是一楼的主卧，我们去楼上看一下。上楼也是地毯，这个位置采光特别好。上楼都是地毯，一上来这边有一个小的 loft 区域，放了一个沙发。好，往里走，这个也是主卧，我们先看另外一个次卧，次卧也是套房，移门的衣帽柜，都是木质百叶窗，全部装好了，套内卫生间。最后看一下楼上的主卧。楼上主卧放了 king size 的床，它在房间里面还有一个书房的区域，这边可以做书房，也可以放一圈沙发作为楼上的一个休息空间，所以这个主卧是非常大的，在床的边上专门有一个书房区域，全部都是木质百叶窗。
看一下主卧的卫生间，跟楼下的卫生间一样，黑色的地砖，两个洗手池，中间浴缸，这边是淋浴房，然后带窗户的卫生间，这后面也有步入衣帽间，都装好了柜子。好，这套是在 Total Lock 门禁社区刚刚上市，室内是2438尺，三房三厅五卫一套独立别墅，石材的外立面，社区环境非常非常好，售价219万，价格非常合理，对应的是十分的小学，这套房子看上去还是没有任何缺点，真的非常好，谢谢大家。